条，恭祝中立天地宫共舞昌隆，香火鼎盛，圣道满天下，修恩团万里。地藏万岁，那个五谷众神，圣诞千秋，万寿无疆，神威显现，庇佑国家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舞台上精彩的版仙，邀请大家共同热情欣赏。
Thank you.
行，掌声鼓励。来自舞台上，我们非常精彩的板仙体，让我们恭迎万仙来朝，众仙来贺。都是马里加九州地带的丢列天地宫，得到万岁的五步降邪，会当圣诞千秋万寿无疆。马波比带的罗花众神行众地主，会当素喜不灾，或者有庆合家平安，财源恭敬。那么在我们今天办仙戏的压轴，我们要隆重的来欢迎今天晚上所有与会的长官贵宾上台，为我们撒寿桃、撒喜糖，也把这一份福泽、把这份福气，跟我们在场的每一位好朋友共同来做分享。那么在这边呢，我们也一一的来串名与会的长官贵宾一同上台。首先欢迎我们的桃园市政府文化局局长邱正生邱局长，谢谢局长。感谢我们的中立区大家长，谢谢我们的李日强李区长。有请我们的长官，我们一同上台。有请局长，有请区长。欢迎我们的桃园市议长，谢谢我们的邱医生邱议长特派朱珍怡秘书来到现场莅临指导，谢谢，非常感谢。同时也感谢我们的立法委员鲁明哲鲁立伟，邀请我们的委员一同上台。谢谢我们的桃园市议员谢美英议员特派副主任杨雅如杨副主任，有请副主任今天也代表我们的议员上台。谢谢黄崇祯议员特派副主任徐鹏新徐副主任与会指导，谢谢，欢迎，请上台。谢谢魏云议员特派秘书林奇伟林秘书莅临指导，谢谢，欢迎秘书，请上台。感谢伦平里里长罗时珍罗里长，欢迎李丢泽辉景台。感谢我们的山东里里长刘来发刘里长，谢谢，欢迎里长，请上台。感谢武泉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洪天全洪理事长，谢谢，欢迎理事长一同上台。同时也欢迎我们的大文国中校长齐淑华齐校长，谢谢，欢迎校长一同上台。恭喜李家马欢迎柳兰之处，所有来给咱提供场地，同时呢，也是我们今天的主办单位之一。欢迎咱的中立天地宫主持张普德张主持，谢谢，欢迎主持，恭请您上台。欢迎副主持郭和昌黄尚玉副主持，欢迎我们的支持团队一同上台。谢谢我们的公关执行长胡黄双春，谢谢我们的执行长。感谢事务执行长陈金来执行长。谢谢财务执行长杨耿全杨执行长，谢谢祭典执行长张信荣张执行长，欢迎功德会执行长季福同季执行长，谢谢功德会副执行长许坤雄许副执行长，谢谢法规执行长江永华江执行长，以及顾问总团长陈来万陈总团长。感谢咱的灯都关水楼主许家煌许楼主，谢谢观音佛祖楼主纪明洲纪楼主，以及咱的天雄信庙楼主许家煌许楼主，邀请以上我们所有唱名道的长官贵宾一同上台。好，同时也邀请我们的我们的金童玉女为我们上上寿桃以及喜糖。谢谢我们所有的长官们，都是嘛感谢来自咱台的江苏，咱的种技术长官，咱的技术团队，非常非常感谢。好，目前呢，在舞台上我们发放寿桃这个时间啊，李家族请你们来摇钱来给他送一回来的好朋友，可以的话，我们一同起身，好不好？我们一同起身，稍等一下，让我们一同转身面向我们的天德宫，用多给咱的灯多关水来给咱做团拜。大家这时间呢，哎塞，我们可以稍微先站起来，哦，咱俩先起立，为等咱的灯光团队做回来给咱进行团拜。好，那我们呢所有舞台下我们的贵宾朋友，我们也可以双手合十虔心的一同来做祈福祝祷。我来不得定咱的中国贵宾，那这个时间也让我们手捧着喜桃以及献礼，用到那个来恳心以后。全体恭向中立天地宫，地多万岁，令我们不正行，行几乎接到参拜礼，全体请一敬拜。
恭祝中立天地宫电动万岁！历五部将成1309年圣诞千秋，开建宫34周年庆。恭祝咱的天地宫会将江湖冲流，修会鼎盛，圣道万天下，修恩还万里。电动万岁！历五部将成，神威显赫，比如国家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不比落下众神圣地主，事事无灾，不再忧庆，合家平安，财源广进。由我们的执事团队以及来自我们的桃园市政府所有的长官，桃园市议会全体长官率领落花众神之礼顶，恳请三敬拜礼，一敬拜，国泰民安，安人心，再敬拜，风调雨顺，顺天意，万敬拜，香火鼎盛，圣天下，礼行。好，也再次感谢我们所有的民众朋友。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有请舞台上所有的长官贵宾为我们撒下寿桃，撒下我们的喜饼，撒下我们的喜糖，象征让我们的田都元帅后带给贾平安、贾 Hockey。 来，有请我们的立委，有请我们的局长，谢谢。来，有请我们的执事团队。好，大家注意安全哦。好，大家请注意脚步，后带给贾平安、贾 Hockey。谢谢，非常感谢，今天哦，这里好的天气啦，大家哦不畏我们的这个冷风，那在这边呢，期待已久，等待已久。首先让大家呢吃个平安糖、平安饼，或当然让平平安安，伴随一道顺心玩玩。谢谢大家。好，舞台上我们先请工作团队为我们收起我们的礼盘。哇，谢谢局长，我们后面的朋友还有，我们相当谢谢局长啊。那舞台上呢，我们发放完之后，请我们的长官贵宾稍请留步，不待定了。那哪我们的这个呢？那个黑内呢，一定换掉啊。我们也都请大家慢些留步积累，我们稍微留步，谢谢。好，我们相当谢谢局长。哇，这时间呢，我们整箱整箱的祝福来发送给各位。谢谢，再次邀请大家热情的掌声。好，大家一起开心心的贾平安、贾 Hockey 东西嘛，好，咱的电动关系共同跟大家做波比哦。那么现场呢，我们也非常谢谢鲁明哲立委。我们马上这个时间，赶快来邀请我们的长官贵宾为我们进行致辞。那么首先呢，我们是不是也先邀请我们的立法委员鲁明哲、鲁立委上台，跟大家一同来打个招呼，送上祝福，掌声欢迎委员，谢谢。来，今天特别谢谢我们中立天德宫所有的善心大德，还有今天要来看我们布袋戏的各位好朋友，大家晚安，打开后大家好。谢谢我们彰普德董事长、文化局邱局长，我们中立区公所李日强区长，在座的议员、议员秘书，还有我们所有的这个叫做管理委员会吗？工作团队，还有刘兰芳里长，还有我们彭理事长，今天哦，满满的祝福。我是立法委员鲁明哲鲁旦，各式各样的文化的活动能够透过民俗的一个传承，我觉得真的要谢谢我们彰普德董事长，每一年他都推展了非常多艺文表演各项的活动，让很多不管是各单位能够参与，甚至各国小透过这样的一个技艺的训练能够传承传统文化。我们也希望我们桃园市政府未来继续跟我们天德宫、天德堂跟各个所有的一个团体大家来合作，继续推展这样的活动。祝福今天的表演顺利成功，各位平安健康快乐，感谢大家，谢谢。谢谢，我们相当感谢委员的祝福，谢谢，感谢委员今天在百忙当中也特别莅临参与。那么接下来我们是不是也恭请我们的桃园市政府文化局局长邱哲生邱局长为大家来送上祝福，谢谢局长，谢谢。好，我们天德宫张住持鲁明哲委员，还有我们李区长，还有我们在座许多议员的代表，还有我们里长，还有我们所有的这个天德宫所有的工作伙伴同仁，还有我们在座所有的乡亲好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好。
非常的开心哈、哦，我们今天呢能够把我们闽南巡演啊、哦、安排到天德宫来。那我们都知道天德宫呢，我们主事的就是田都元帅啊。那田都元帅呢，刚刚主持人有特别提到，是1309年哈、哦，迈入第1310年了啊、哦。那田都元帅呢，的这个庙呢，在全台湾有700座啊，应该是以我们啊天德宫这边好、啊、为是最主要啊的这个宫庙。那田都元帅也是我们都知道传统戏曲啊，所有演歌仔戏、布袋戏，所有都要拜的神啊，就是田都元帅啊，是我们的这个戏神。所以今天呢，能够在这个地方啊，来我们文化局带来霹雳布袋戏的演出，我想是最适合啊来献给我们田都元帅啊，也是呢祈求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大戏，能够让我们带来风调雨顺，也给我们所有的乡亲朋友啊阖家平安、健康快乐。谢谢。谢谢，我们相当感谢局长的祝福以及勉励。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有请本次为我们提供这么棒的一个场地，有请到我们的中立天德宫住持张普德张董事长为大家来致辞。好，谢谢。我要讲话之前哈、哦，先来画三声。这位市长哈、哦，中立区市长到今嘛，到底到今嘛哈，不离不弃啦。啊，麻烦一下，支持我张普德，支持邱医生，就是一定要支持我隔壁这个，啊，来好不好？来，我画一下吼，吕明哲，吕明哲，敢若想细声呢？恁等下遐边遐物件，点心面包，我爱请恁吃呢，腹肚唔才会饱。吕明哲，吕明哲，卤蛋，卤蛋，卤蛋，哦，啊，伊爱赶行程，拜托一下，哦，啊，头前只要看望若看到的时阵哦，爱记得哦，登记若几号的时阵，爱转下对哦，好，就华拜托一下，安尼好不？好好好，感谢哈啊，咱卤蛋哈啊，谢谢哈卤蛋哈，谢谢。谢谢委员的莅临指导，谢谢。啊，第一，我爱感谢着啊，这工作团队这么辛苦，尤其是我们的邱局长所团队所带来的今天，能够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加上今天有那么多的场，帮鲁市长5000-6000个人去那边造势。啊，感谢局长会当全力支持中立天德宫，中立天德宫连续12年摕到咱内政部以及桃园市政府从吴志扬手上就拿到公益寺庙奖，才有今天能够站在这边。有我们邱局长陪同之下，有我们议长的秘书，我们这个朱姐，哦，朱姐哦，他见证得到哦，跟他相识20-30年了、哦，以及我们的局长李局长。这从那个卤蛋市长、副市长到现在都是不离不弃的兄弟啦，以及我们的所有的团队，以及所有的议员哦，以及刘来花琉璃厂哦，以及我们所有的这个好朋友啊，台下所有的长官贵宾，以及所有我们天德宫所有的信众，大家晚安，大家好。好，能够谢谢，再谢谢，再谢谢就三声谢谢。以上报告完毕。谢谢，感谢我们的张主持，谢谢。那么我想呢，我们的传统艺术的发扬，我们也非常感谢今天所有的长官贵宾，我们不分党派不分立场，一样来支持我们最棒的宗教文化，支持最棒的在地信仰，让我们永远的能够传承。那么今天舞台上我们也非常感谢所有长官贵宾的支持，来以及我们的莅临指导，是不是再次用热情的掌声来欢迎我们所有的长官贵宾，我们请入席上座，收到记得坐回来看雨哦。那么本次的活动也相当感谢我们的指导单位，谢谢我们的桃园市议会，谢谢我们的桃园市政府。那么呢，也非常感谢我们本次的主办单位，感谢桃园市政府文化局，谢谢我们的协办单位中立天德宫以及中立区公所。刚才我们的局长给大家做报告，我们的天德万岁是我们的戏行，有很多很多在我们的这个艺术领域当中呢深耕的每一个表演团队，会来给我们参拜我们的天德万岁，会来参拜到我们的西琴王爷，代表着这是我们的煎熬场，我们的戏行还是说我们的这个角色、啊、那么我们相信今天就有整个呢霹雳的团队为大家呈现非常精彩的表演，在今天的这个现场绝对是非常的符合，非常非常的应景。当然今天有我们的团队也特别打造了一段非常精彩的霹雳英雄时光，也即将带领着大家透过偶戏透过音乐再次进入我们的时光隧道，精彩的表演即用大家热情的掌声欢迎无声，欢迎我们的霹雳布袋戏正式登场。
红动武林英雄本，稳定天下我心酒，一番武劫江洪魂，霹雳江河不春秋。
人承载着所有戏迷过去的这个回忆。而在去年呢，我先问一下，我们现场有去电影院看《素还真》电影的朋友举手。哇，几乎全场都有啊！来来，谢谢，我们请放下。大家知道，在电影里面呢，讲述的是素还真过去的他的一些发展的历史，也是呢他的这个一路的这个成长哦。这个呢，也是大家一直都非常好奇、不为人知的一段故事。而在我们的黄董事长的编撰之下，在我们去年度素还真的电影，除了问鼎我们的金马奖之外，更得到了非常非常多国际大奖的肯定。今年度也让我们再度敲响金钟。我们也相信呢，在这一段传统艺术的一个发展以及创新之后，能够让我们在地的每一个信仰结合到每一个文化艺术的展演，更能够展现出我们台湾非常精彩的软实力。那么呢，除了在霹雳当中有非常多大家广为人知的男神，还有我们的女神，接下来呢，这一段表演来自我们的霹雳三大男神接力开唱，把最好的歌曲、最好的歌声跟大家共同来做分享，掌声、尖叫声，欢迎我们的霹雳三大男神登场。现场的朋友，你们的尖叫声在哪里？好像还不够热情哦，再多一点。没错没错，就是这样子。嗨 ，Hello， 大家好。心狠的三路勇，刚才算计我的心功，不明白不懂，黄昏的三路勇，一步一步的红的三勇，Hey。
手从容。
脚步行速多快，何必我久久回望，眼睛乾坤定大业，为我这百大天下。我们再次热情的尖叫声，谢谢千亿。在我们霹雳三大男神接力歌唱之后，其实我很喜欢每一次在台上跟大家分享属于布袋戏歌曲的这个演进。Zaki 台龙怎样，我们用的是这个北管的后场，到后来呢，因为科技慢慢的发展，我们用了很多世界上的罐头音乐，但是在霹雳的整个过程当中，大家有看到我们的音乐全部都是自己来制作，同时呢配合我们的角色啦，配合我们的剧情，甚至是配合每一个歌手的唱法唱腔跟他们的风格，所以这也是霹雳的音乐非常迷人之处。而在我们刚才听完三大男神的演唱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赶紧要邀请到的也是我们的铁肺歌后，哪一位呢？掌声欢迎嘉颖。大家好，到我这么一笔不知要他几笔快空间是无奇妙的大概哦呀这里中我也都没有秘密我只认识爱情不该见你的你其实我几个无畏你给我分几层你
水滴滴，有些加一杯，看来光也是有你想得更
很喜欢感受那种歌迷给我们的这个回馈，好棒，对，好喜欢。而且很多人举着跟我一样的这个灯，有没有？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哎，大家有真的把它都举起来，好不好？因为其实我们现在从看台下，哦，你也有是不是？早说嘛，我也去拿一个。来，有带灯来的，把他们都举高，好不好？因为你知道，其实我们台上往台下开，看有没有是一片黑，有没有？哎呦，有看到你们了。哇，谢谢大家的支持，再次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
我其实很喜欢我们霹雳的这个歌曲，因为呢，像刚才我觉得男生的形象跟女生的形象唱起来的东西不一样，哦、我觉得女生特别深刻哎、欸。哎，因为女生角色的刻画会比较细腻一点点。没错。你光看那个超我师的走路的姿势都不太一样。对对对，小旦啊、吴旦都不一样，对不对？那刚才呢，这三首歌曲应该说是都是属于不同年代。灰熊路上较早期的，灰熊路是较早期的歌曲，还是哎唔灰切的？对对对对对，唔灰歌曲。对，然后一个人的缠绵跟扛下算是很多朋友们你们的口袋歌单，对不对？哦、我想说愣了两秒钟，吓死我！没有 Q 错吧？我刚刚稍微紧张了一下，对，我想说音调姐，哎、欸、呀，我马西哈，对，所以其实这三首歌曲，它应该是属于的年代又不同，但是刻画的这个细腻度、感情度又不一样。对对对，风格无啥同款哦。我非常落者，较侠气的那一种，对对对，帅气的女生。对，然后一个人的缠绵就是，一个人是一个人看破啊，所以就看破，哎，那会塞。看淡世俗，对不对？潇洒走一回那种感觉。空城的话是有种期待，一种期盼，等待、期待的那一种感觉啦。哇，你们应该平常很难得听到嘉音老师这样子去解说歌曲，对不对？对嘛？今天我们把它留久一点，好不好？通常都是讲干话，因为我刚刚终于呢，刚终于 cue 他，让他自己讲出一段话。因为刚才嘉音老师说，每一个女生的形象在霹雳里面，她的这个角色都是很鲜明的，个性都不一样。我觉得今天很适合有一首歌曲，因为你给他点都完水里加啊，对对对，对，所以我想要额外再 Q 老师唱一小段，你们要不要听？主持人就是来送福利的、啊，对不对哈？这首叫对、林志玲，对，有没有很符合？我咧录这条歌的时阵，伦姐跟我讲讲，哎、欸，你年纪爱个。往下再往下往下放二十岁，哎呀，够追的不？比较天真一点。我先看麦下啦，啊、拜托，来拍婆啊，拍婆啊。先去甲二十岁寄伫银行内底。嘿，阿婆，来刷，马上变。要听的尖叫声，林志玲，好不好？天亮亮啊，地亮亮，心间情凉自凉，将心病啊，将心。好人甲无太平，果然不一样哎、欸，好厉害哦、喔！这个说变马上就变啊，对呀、啊，好厉害哦、喔！刚刚对，我有带那个柯南的变声器、啊，不是，所以希望下次我们呢，听到嘉音老师呢在唱别首歌的时候，可以用这样的声音唱，好不好？好了，我们再次掌声谢谢嘉音老师，谢谢。哇，好精彩哦！所以每一个歌手啊，甚至会搭配每一个主角，他的角色不一样，他的这个个性不一样，会有不同的声线、不同的唱法。那当然，在我们的霹雳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叫做人偶合一。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射天琴姬啊，还是我们的玉清爵啦，他们不只是手上的技术很好，而且他们自带这个乐器，而这个乐器也是他们的武器。透过我们操偶师精湛的掌中技巧，也透过我们大型呢人偶的一个展现，让很多的主角不只是在电视上火起来，而是在大家的面前更能够活灵活现。接下来这一段呢非常的精彩，我们来看看如何透过乐器的演奏，透过人偶，透过操偶师的双手，我们如何把这生旦净末丑做一个最惟妙惟肖的呈现。再一次来掌声欢迎我们的霹雳团队，下一段更加精彩的演出。
是茫茫的心内，心中照亮暗淡世界。当我无奈听阮的安排，我声来唱出情意难自的离开。求求人都莫有电气啊，永远念书车来试验，走了温暖穿好事上简单。你人都老板是否危险，莫有电气啊，你像我当初的车样何会等等，知道间奏要怎么唱，知不知道？知道吗？谢谢大家，我们谢谢阿贤。好，舞台上我们请阿贤留步。我每次听你唱这一首歌，有带是不是？有带什么？贴膜的。我跟你说，每次我听你唱这首歌，我就想到，你前几天发了一个文是吧？是。关于企业这首歌的文。哦，对。你们有看到这一则文吗？有哦，啊，没有看到的举手。现在太亮，看不到。现在我们什么都看不到，好不好？就当作大家有看到。没有，我还是要请你跟大家分享。Okay, 我刚才跟我们工作人员说，其实我真的觉得阿贤蛮适合唱这一首歌，因为你跟新野彩虹蛮像的。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也是身高非常的高。哦，真的吗？对，然后对，蛮粗犷的这样子哈。对呀、啊，这个故事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OK， 这个故事其实、
原本怎么讲，就是已经有 demo 了，嗯，那但是不是我唱的，哦，那就是公司有其他的歌手，对，他们要去听看 demo， 说谁比较适合这个声线，谁适合这首歌，对，其实我很紧张，我只有半天的时间，嗯，对，因为那时候是急件，是，然后收到之后，录完 demo 出去，隔了三天我接到电话，哇。对，我就很紧张，然后就当然就说，哎，恭喜阿贤，你得到这首歌曲。好，你得标了就对了。对，而且这是你从来没有诠释过的曲风。没有 ，shuffle， 对不对？对对对。对，所以当时你在演唱这一首歌曲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塞，怎么这么难唱？从它的节奏到它的歌词。对，因为那时候看到歌词，我真的傻眼，很傻眼啊。对，就说怎么这种歌词写得出来？嗯，然后我还要唱得顺口，对这样子。对对 对, 对，所以这个本身自己的这个歌唱技巧跟基本功很有关系。哦，谢谢。那你们最近有没有 follow 到阿贤在网络上有教人家怎么唱歌？有吗？有吗？好像没。没有 follow 到，太好了。太好了。现场来吧。哎，听说你有好几种所谓的发声法。哦，发声法有哪几种啊？我刚刚就示范了最简单的。最简单的是什么？对，就是光之呼吸。光之呼吸。对对，你看没有，我身上给吸很多。所以唱歌就可以照亮我，也可以照亮大家。你是太阳能的是吧？对对对，我自称太阳能。你是光能的是吧？那另外一种呢？另外一种其他的，嗯，我觉得这个要收费。讲太多了，等一下我有。你现在是要抖内是不是？我有准备一个小道具。什么东西？小道具，小道具。什么东西？什么东西？你准备了什么？这个、哦这个、大家知道这个东西吗？知道吗？有看过吗？想不想学？不够大声呢，想不想学 ？Very good。所以这个是要投币之后像贩卖机一样，是不是？没有，因为我平时有在做那个慈善。哦。对对对，大家就只要把钱投进来，我就可以教你了。所以我们刚刚是讲光能，那你后面还有几种？我还在研发。你买错，你还有几种？你慢慢讲，没有关系。我还有很多种，其实我每一次都想带给大家不同的。想不想听？我看一下有没有钱。跟你讲，是，等一下哦哦，你想要听不？真的吗？来啦，听一下啦，哦，听一下啦，啊，听一下，听一下好不好？大家想要听什么歌？大家想要听什么歌？点歌啊！比较开心一点，快点，多点一点，100块我开起啊，紧嘞！哦、oh, oh, 我知道了，有一种可以教大家，人工呼吸，请说，请示范。那可能要请那个，哎，健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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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认真，认真，没有，其实就是在演唱歌曲这么多年当中，当然就是找到自己一些不同的方式啊。对，对啊。哦、oh, ，所以你应该是说从每一首歌曲，然后每一个呈现的方法，包括它的节奏，你去训练自己领悟到的就对了。就是也是感谢老师们，就是写那么好的歌，然后也提醒我哪一些地方需要注意的。哦、oh, ，对，其实这真的还蛮难的，因为最近我也跟小艾老师有合作嘛，是，所以我现在才发现他的歌真的是世界难唱的。哎，李家共李家耍啦哈、oh, okay.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记得追踪一下我们阿贤的 FB 好不好 ？OK， 对，我们还会有很多这个很特别的小事情会在直播上、影片上跟大家来分享。OK， 还有很多的小亮点，好不好？啊，你等一下去后台要教我。好 ，OK，OK，、okay, okay, 没事。好、啊、你们都见证到了哈、okay, okay. ，那我们再次掌声鼓励。要学的记得来是记得，对， okay. 找一下人人有功练，好不好 okay, 好好，谢谢阿贤，谢谢。好，那么接下来呢，继续让我们来欣赏到下一段更加精彩的演出。其实透过每一个阶段不同的这个呈现，我们也看到很多的这个道友朋友啦，很多的歌迷朋友，大家都非常的津津乐道，听到你们熟悉的作品，听到你们喜欢的音乐。接下来下一段精彩的表演继续为大家陆续登场，掌声鼓励。我是假的。
一个人听到暗，月头看无星光，烟雨茫茫。一双手攒好着希望，无奈命运太伤人。慢地等，耶稣看顾的人，上帝会平安。梦中流离小雨，阮是过路的人，相骂相干，你的心念。秋风秋雨无浓淡，夜头望车载望孤暗，伊落的人。现在回来了，我是九。我将身躯化作电光，无甲阴霾空气温柔。活在世间，活着是这创意世界。最后一道坚强，一粒尘沙的手慢慢燃烧，一波。移动的丢丢完是今天下有难了了，如今梦念思过地高零落不出轻松，但你摆脱身不由己的梦过，电脑现在
心碎匆匆，原来现在神用论颂下我强攻，原来现在好似每种一心斩破背动，从今以后由我主宰，我将情意化作阳光，破开阴霾空气温柔，送一两一扫一空，万岁阳光敢运动，一个金龟闪耀地动，我一起这我就是这正义世界送小强攻，天后人在何处挥中一心掌握回动，将天一刻由我主宰，我从正义化作阳光，破开阴霾空气温柔，受一两一扫几空，怪罪阳光我就是这层的世界最后值得坚强，我从情意化作阳光，破开阴霾空气温柔，受一两一扫一空，我一切阳光敢运动，一个金龟闪耀的动双方自由，我要在这全新世界领导开创，谢谢。我们谢谢小赖带来精彩的好歌声。来，小赖留步留步留步。是，你知道每次我在听你唱歌的时候，我只要听你唱慢歌，我就会很想要来一杯红酒。真的吗？对，就是很舒服。可以帮我倒一杯吗？来一起是不是？然后每次听你唱比较有 power 的歌，是，我就想换一杯碧如或者是白兰地。我想要喝很多哎、欸就是，就是很醇厚，然后你会很享受在那个氛围里面。对对对对，那其实我觉得小赖的声音呢、啊，不只是自己唱很好听，哎，这边你又换了是不是？赖董好帅，哎，谢谢。我今天就是 cue 你们就好了、啊，那每位歌手上来都有不同的 slogan， 是不是？太棒了。哦，好好，那我们等一下继续 cue 好不好？这个小赖的歌声，我觉得自己唱是很有特色，大家听就一听就知道，哇，这是你的风格。嗯。但是我觉得你好，你也很容易跟人家组 CP 耶、欸。我也觉得很奇怪，这样讲好像很奇怪，对不对？我觉得应该说合唱的时候也很好听哦。对对对对，你可以当前锋，可以当先锋，啊、也可以当这个辅助嘛。站在前面，后面就没有风了，对，我帮他们挡住了。对，我好难哦，我太难了。所以这个自己唱跟组 CP 的感觉也是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对对对，像小赖应该也唱过蛮多首合唱的歌曲。哎，对，唱蛮多的，比如说。比如说像跟嘉颖唱谜题啊、嗯、啊，对对对对，或者是表演的时候其实也会跟其他的歌手搭配、嗯、比如说跟贤娜，好好好，我就是硬要他讲，你知道吗？对，合唱好好听。对对对，
对阿显嘛，嗯，对，你们两个的声线，其实因为你们两个声线很容易就被听得出来，啊，是辨识度很高，对，所以合唱的时候也很好听。那跟千亿，嗯，也是很不一样，嗯，这个声线搭配，是，对。那你自己有没有特别就是印象深刻的合唱的作品的话？其实跟每一位歌手在搭配的时候感觉都不太一样，嗯，对，所以比如说我跟Hannah啊在唱，是，对，你知道Hannah他是我们这个霹雳歌手当中的高音担当，嗯，对，没错，号称怎么唱都不会破音，不会破音，对，对对对，你们在笑什么？因为你们想听他破，是不是？对，所以他就是很高亢啊。对，但是相对像小赖，你的声音就是属于比较中庸，然后比较浑厚，你的融合度比较够。是，那你们两个要怎么去搭配啊？就是高音都给他，对不对？低的留给我就好了。好像没毛病，这个回答没毛病。好，那等一下我们就来听听看小赖搭上不同的组合嘛， okay, 这样好不好？对，然后呢，你们也可以自己呢，比如说上到小赖的 FB 啦、IG 啦，还是到我们的粉专官网去写一下你们自己的感觉，好不好？嗯，因为我觉得其实有很多网友的这个意见都还蛮好的，像你们最近有在直播，应该有特别注意到。其实我们直播也会跟其他，比如说像千亿搭，对，那这个可能要讲一下，没关系，讲，你们想听吧？对，你们想要听吗？好，想嘛哈，对，好。那个一开始进入霹雳的这个这个环境里面的时候，是，其实我一直期许自己要当一个日系的美型男，对。那自从这个有一次在演唱会上看到千亿之后，对，我就放弃了，我就放弃了。千亿你在吗？千亿你有听到吗？在旁边，日系美型男，日系美型男，所以你看到千亿就放弃了，所以你接下来对自己的期许。还是什么？我还是当谐星好了。我还以为，那接下来我干脆就当一个高音魔人哈，然后就看到阿显，算了，我还是放弃哈。对，还是放弃。对，那不太一样啊。比如说跟志崇啊，对，志崇大家都知道他是今年的金曲，对，差一点歌王。拜托，入围即是肯定，好不好？你知道我多常在我的节目播他的歌啊。对，然后你看到志崇之后呢？你原本自己的期许是什么？我本来是想说，我可以跟一个 rocker， 跟一个 rocker 合唱。对，一个 rocker， 我可以跟他一样。你讲话也变成 A B C 就对了。对，我觉得可以，但是我发现我根本就唱不赢他。所以呢，最后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自己就对了，对不对？我们再次谢谢小赖。那接下来我们赶快来听好听的合唱歌曲， okay, 好不好？我相信你们自己口袋歌单里面应该都有很多首自己想要听的合唱歌曲嘛，对吧？比如说你们想要听什么？来，花中米好，还有吗？共道好，还有吗？汹涌还有吗？等一下，你不要乱点啊！没关系，你们呢？如果今天没有听到他唱，我教你们去他的 FB 点，去点他们的直播，好不好？来，接下来一连串我们这个好听的合唱歌曲，好不好？马上为大家来送上来，再次掌声鼓励！谢谢。龙族天地水金条
历史的心声。华丽华丽，放出了我独笑，人间何事用逍遥？有潇潇，酒点点，今夜孤灯江湖飘。何必乌龙滔滔，云海一笑，心如镜花点雨，风尘逍遥。只望地久江湖，龙争天地。心如镜花点雨，风尘逍遥，只望地久江湖，龙争天地。一生一世，别无。
长篇风雨和流离，
岸千里共到心，这一路长遍风雨和流离，初心未曾片刻有所改意，大大大海也何去，恰逢苦旅何妨唏嘘，行舟已过西岸千里共到心，待到那海雁何去，驾过故里后好唏嘘，轻舟已过西岸千里共到心。哇哦，这一段真的是很好看又很好听的节目哎，真的很高兴。对，哎，千玉留在台上是，那你等我一下下好不好？好，让我做个结尾。好，我觉得我们 PD 的歌曲，其实在每一首的这个故事的串写，还是说在它内容的这个安排上，都有很它独特的意义。从我们今天一开始听到，比如说每一个人的独唱啊，对，然后它刻画的是男生的一个形象、个性，或者是女生的一个铁汉柔情，或者是他的期许。我们听到这三首歌曲，对，哄天逍遥，对，这个就好像讲的是天机跟君凤天之间，有没有？对于彼此之间的一种期许，对，没错，对对对。那刚才还有这种谜题，谜题，谜题，对，这个台语我真的不会念，你会念吗？我也不会，糟糕，我突然考试，台语不好，吓一跳，对不对？对，谜题这首歌曲，我觉得它写的就是。你在人生当中可能会遇到很多的交叉路口，对，没错，对，然后你会遇到一些选择，但是你透过你的人生历练，可以在你的谜底当中找到答案。对，所以这些歌词真的是还是写得非常的好有智慧哦，对，很厉害，写词的老师真的超棒，很厉害。还有刚才你们听唱的这一首《共道》，对，我刚才其实小赖刚在旁边说，我也好想上台哦，那不然下次我们四个来好不好？我也觉得你们四个组 CP 好不好？对，我们四个可以 OK 的。这句话要说汪导。可以吗？可以吗？汪导，我们要跟导演讲有没有？下次来听听看，好不好？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对，因为《共道》这首歌曲讲的就是，你在江湖当中找到自己能够一起努力的伴嘛。没错。对，就像你们刚才你们。好啦，三加一一样，三加一啦，三加一。小赖，我们算上你了，好不好？对对对，三加一一样嘛。共道，对对对，我相信这样的一个呈现应该非常的特别哦。对对 对, 对, 对，那加上其实千玉，你诠释霹雳的歌曲也不算少。对，没错。对，已经很久了，我已经唱七年。你唱七年？七年了。你这个。不知不觉就七年就过去了，你的这个真的是保持得很好，啊、没有外形真的保持得很好，谢谢大家，对不对？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七年来的陪伴。对，我又要看他的 slogan，、然后你就写千亿，是不是？对，然后那边也一堆。哦，啊，你的 slogan 是什么？千亿好帅吗？还是好好听？刚刚好像已经有过了。哦，有过啊、哦，不好意思，我漏掉了，对不起。然后这边很多千亿的。哇，所以千亿的粉丝在哪里啊？尖叫声。Yeah, 我就最喜欢听你们尖叫声，好开心哦！那我把它溜久一点好不好？好，那我们继续访问好了。好，我们继续聊天好不好？对对对，不唱歌了，不唱了。我也还是要唱啊，好不好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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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但是我其实有很多的问题想要问千亿，因为毕竟我们从之前八点霹雳一下，对，然后我们第一次在线上见面的时候，我就问了很多千亿有关千亿的问题了。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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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包括像。你唱霹雳之前没有接触过台语，因为我本身台语真的不算太好，驻唱的时候都是唱国语歌啊、英语歌之类的，粤语歌、粤语歌，对，真的，对对对。所以你在唱霹雳之前是不曾唱过台语歌，不太唱，因为自己知道自己的台语不太好。如果是新式台语应该还好，对，然后霹雳的咬字就特别的文言文，没错，对，而且它每一个发音有时候不是你想的那样，对对，所以你当初在录歌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很痛苦？很痛苦，所以我必须要跟里面的老师就是学很多他的咬字，对对对对，就这样学习了七年，对对对，而且我应该说以歌手来说啦，唱台语的发音。跟唱国语的发音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对，然后你要去配合那个 melody 有没有？对，对，然后霹雳的歌的那个 quick 靠又很重要。说对了 ，quick 靠的问题。对，因为有时候它可能是反拍，有时候它可能这边要稍微拖一下，对，没错，所以要顿一下，就特别的难。对。那刚才千亿有讲到什么？你们是不是想听他唱歌？他刚说他说驻唱的时候有唱过粤语歌曲，是不是？我有 get 到这个点，你们想听他唱粤语歌曲吗？
来一小段，你们觉得怎么样？通过的话，来一个掌声。好突然哦！你就唱吧。我很怕突然起预期太高。好，真的假的？来来来。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他似这语言，仍然是不开口。提琴独奏，独奏着。明月半倚深秋，我的牵挂，我的渴望，直至以后。好好听啊！谢谢大家。今天加码给你们听的，OK 吗？哇，收到，谢谢，太好了，太好了。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赶快让大家听听千亿的好歌声，因为今天听说有很多歌迷朋友、戏迷朋友期待很久，对，是不是？对。那我接下来我就不要搞，我也赶快把时间让给你们跟千亿，好不好？好。好，那这首歌曲接下来也是我自己很喜欢的口袋名单。天依依。你们会唱对吧？我知道了。会唱的麻烦这首陪我一起唱。天有数。山乱讲难事，中风雨平事，孤风渺渺处心悲，你心不离。地有思，云山长影随之，客走阳关隔离。来港拢去，伊随恁相依一日当放风尘去，分身一丝何处分离？飘在西南浮东西，分身一丝何处分落去？也手起，就似残飞梦中戏，是千古千世，孤心惦彼面，愁水两山珠抱紧人相起，也手起，世间普遍现一枝。阮心梦无怎记，今生已难移。浮生去了风云天意。手起，世间普遍
生梦无纸去，今生伊的伊，有心伊妙风云天，伊。阮心梦无纸去，今生伊的伊，有心伊妙风云天，伊。谢谢大家，接下来这首带来一点 special， 欢迎小赖。我不准乌云打影，我山不是山，我甲伊说我无声，我甲伊天咧回我，我甲伊讲行就行，失去免留名。有影，看双手飞无打，无影，任他世事变化。好听，声无伊响动听，潇洒勇敢讲话大声，我不惊多讲咸影，顺风甲。无来磨，也不是只希望偌济爱好命啊！坐上去无可惜，车行去人是行。我好，我无惊大声唱歌，无论打怎规划，拢注定无意外，也有啥好心疼？坐人生桥过我写我。我不准风中无挂，我不准烟花凋谢，我不准乌云打影。我山不是山，我甲伊说我无声，我甲伊天咧开我，我甲伊讲行就行，生气免留名。有影，看双手飞无打，无影，任他世事变化。好听，声无伊响动听，潇洒。勇敢讲话大声，我不惊路梦咸影，上好工路来磨，也不是只希望满世界好面子。坐上去无可惜，车行去人是行。我好，我无惊大声唱歌，无论哪怎规划，拢注定无意外，也有啥好心疼。坐人生桥过我写我。哇！谢谢贾玉。我甲我开影，我所为命，我面风沙，感谢这一路为雪作伴，我袂孤单。Yeah.
谢谢大家，我们再次谢谢小赖，谢谢千亿。接下来让我们赶紧来欣赏一下今年度入围我们金曲奖的自从的好歌声。这首歌叫《剪枝花》，大家可以打开你的手机的手电筒吗？几落摆行路真远，夜到无梦心疲累，对着暗中的光，未来渺茫不知在佗位，双脚遐尼沉重。
用力，我就要抱紧日子，荒芜中相思的花，风就去坐。这人生拢是枉费，我就要靠坚持住，荒芜中相思的花，风就去坐。卖看面前坎坷还有偌济，时间免过，风雨也过，有强壮大心走出疲累。付出一切，拼命抢出属于我的天地，一路逐一路的伤痕凝结，一条不退。红酒一醉，总是去家乡的藏在心底，委屈痛苦拢是代价，着坚持甲世界看长短，付出一切，拼命抢出属于我的天地，我头看一路的伤痕凝结。接下来这首歌，我需要你们的声音，好不好？应该都会唱吧？会不会唱？我要下去检查了，可以吗？我看哪边比较大声啊？会不会唱？右边的。看太阳，你真感动，也无法将我阻挡。一人一支伞，四方不惊险恶的降落。我只出天地坦荡，我去如天打不动。万里江山多大勇，你舍身为人重要。Come on， 随时大英雄，天天地地甲担当，袂做大英雄。用力量力决心，用相信大英雄。用黑的英雄，咱是大英雄，好汉要勇猛登场。谁是大英雄？青龙破龙心胸，用世界大英雄，迎接点伊都晓用。咱是大英雄，风林里落水风，大英雄脑下传水来去舞动。给自己一个掌声好不好？你真胆量，也无法将我阻挡。是咱的志在四方，不惊险恶的降落。我去如天地坦荡，我去如地打不动。把你江山都打勇，你舍身为英雄。让我听到你们声音好不好？
随心阿姨呀，今天你得甲咱当袂准阿姨呀，愿意让你开心，梦想是大英雄，你话很美英雄，人是大英雄，好汉有勇梦在冲，随时大英雄，心风破浪心胸，用袂做大英雄，一家店面大响，梦想是大英雄，风尘雨雨拢随风，大英雄留下传说来去无踪。随时大英雄，今天你来甲咱当袂做大英雄，用力量力决心，用相信大英雄，你嘛很美英雄，咱是大英雄，好汉要勇猛在冲。随时大英雄，心风破浪心胸，用袂做大英雄，音乐强伊都晓，用相信大英雄，用力量用随风，大英雄不畏不惧来去无踪。我们谢谢志聪，哇，这三首歌曲都非常的有张力耶。哎，要访问了吗？对啊，怎么了？拍谁？拍谁？拍谁？你已经准备好要？准备好要访问了。哦，给志聪一个掌声好不好？哎，刚才是马不停蹄的从台北赶过来的耶。对啊。对，这两天。刚从邦哥过来。对，这两天这个演唱非常的啊。第二轮，第二轮对不对？也太神了，自从太神了。哎呀，哇，哎，今天我们这位粉丝很厉害，给每一位歌手都有很厉害的 slogan。有，我一直在旁边这样偷看，你知道吗？偷看你有什么 slogan 是不是？对。哎，今年度自从的这个喜讯很棒，哎，就是我觉得入围就是肯定。谢谢大家。对，真的。我是金曲差一点歌王周志崇，掌声鼓励。入围就是肯定，好不好？其实我很常在我的节目里面播放自从的歌，因为我很喜欢每一个创作者对于他们自己的音乐是很有想法的。我觉得我很幸运，法比可以一直播我的歌，因为平常呢大家不太听我的歌。你们有听自从的歌吗？谢谢大家。入围就是肯定，我脚都软要跪下来。我跟你讲，粉丝的呐喊就是得奖，对不对？而且我跟你讲，我真认真觉得我们霹雳的歌曲真的应该要去报金曲，好吧？因为很难唱哎、欸，真的很难唱的。我觉得，因为剧情音乐已经张力很高，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力量把这个用音乐用歌声把这个剧情定到更好的地方。我觉得霹雳布袋戏厉害的地方就在这里。所以未来期许我们的金曲歌王，差一点歌王带着我们进金曲，好不好？好，接下来呢，你们听够了吗？海美应该要干嘛？快点，大声一点！要干嘛？中间的声音在哪里啊？左边的声音，右边的声音，全部的声音，继续 echo 欢迎我们的霹雳歌手群。差一点，我来了。差一点。哎，大家以后就叫我差一点就好了。差一点嘛。只有你好，搭陪阮走总流浪。
路路夹夹去，时间阻挡，无法汹涌的轨道。为了你，甘愿放下我的骄傲。Oh my soul, my soul， 青春为你烧。You know, you know， 要是了风涌，多么多么，可我希望带你拼搏回到的路。我们每一位霹雳英雄们，谢谢我们的无限人形。
还有我们最可爱的 Q 版人偶。最后也谢谢我们的乐团凤鸣斋。好，当然呢，今天在节目的尾声，我们一样要赶快来邀请来自我们的中立天德宫，那时候我们的七祖丢瓜九台正会进行大合照。我们在这边是不是邀请到我们的张董事长，也率领着我们全体的执事团队上台进行大合照？好，谢谢来这边邀请我们的执行长，邀请我们的卢主。来邀请我们的副执行长阿狗所有的技术团队这回九台进行大合照。同时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啊，来所有的中华贵宾，也感谢我们公立的立场，感谢我们的苦定，感谢议员，那么也谢谢我们今天所有的大长官们，谢谢大家。好，来到我们左右两侧稍微靠近一点点啊，我们稍微靠近一点，谢谢科长，辛苦了。好，来，那我们稍微排一下哦，稍微安排一下，这样可以吗？等一下哦，等一下哦 ，OK 吗？这样子画面 OK 吗？前面，等一下下哈、哦，这样画面 OK 吗？可以哈 ，OK 哈，准备好喽。好，等一下，不管我说什么，大家就是比赞就对了，好不好？来，霹雳英雄十八赞。来，中立天德哥，赞！最后要谢谢我们的桃园市政府文化局，我们的2023闽南传统艺术巡演，赞！还有没有补画面的？还有没有补画面的？还有吗？我们再最后一张好不好？我们再最后一张哦，来准备好。好，最后呢，也再次为我们的中立天德宫按个赞，好不好？准备好了，来，中立天德宫，赞！好，再次掌声鼓励，谢谢各位，谢谢，谢谢张董事长，谢谢罗科长，谢谢。好，那么也谢谢我们今天最辛苦的幕后团队，谢谢汪导。谢谢钟老师，谢谢我们最辛苦所有的幕后同仁，谢谢大家。那今天呢，我们的天德宫有为大家准备小点心，请各位要离场的时候，到主持人的右手边，到主持人的右手边这边来进行排队，会由我们的中立天德宫执事团队一一的来发送我们晚上的小点心，请各位要离场的时候，请到主持人的右手边这边来进行排队。感谢各位，谢谢大家今天的莅临支持，谢谢大家。那如果这个时间呢要拍照的话呢，我们赶快把握时间，感谢各位的莅临。那么回家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哦，注意慢，小心哦我们自己的这个交通安全。祝福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晚间时光，谢谢。那么也非常感谢我们的桃园市政府文化局团队，谢谢罗科长，谢谢我们最辛苦的团队们，谢谢大家，谢谢曹老师们，大家辛苦了。好，谢谢我们今天所有到场共同来支持我们的道友们，谢谢大家。明天晚上在我们的双园和平公园还有一场非常精彩的音乐会哦，届时呢也欢迎大家。